咋样？这个好看吗？这个好看，还是这个好看？这个鞋子应该没事吧？用这个鞋子没事，看不出来。您还有专门拍球鞋了呢？你就是我的肥胖男孩。有点紧张。回来还有呢，这就是简单留个念。不是，我怕人家看我。那我觉得应该会有人看。找个隐蔽的地方。这么漂亮的公主。公主的衣服也太长了吧。公主都是这样飘逸。走吧。走吧。走。别摔住了啊。你看。我打底裤还得这样塞里边。可以。然后今天凉快。走。哎，你看我们走的时候可以侧重一点点，好，这种感觉好不好？行。你好。走。长只要长得漂亮，长得帅，老师技术要好。没想到还有这样一说，你们是不是几个早就密谋好了呀？必须的，聊了好多天了。米老鼠起来一下好不好？米老鼠，你什么时候联系的呀？沈豪，早都联系了。自助还蛮自然的，在外面拍啊，可以，自助还蛮自然的。但是我感觉啊，你的表情包管理要再做一下吧，有点笑得太宽了，太高兴了，再收一点点，好吧，我们再来好吧，太高兴了，再来一次，来。露牙龈。好，女生回头，我们来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男生不用动，你就站在这个位置好了，这个位置很好。你站，你看啊，来来来，我借用一下你男朋友，你看，我们就这样了，拿这个手去。这种好不好？好，差点被我听到了，我跟你说。来，有人，有人。等等，闪现过来了，害羞了，你看脸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。大哥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没红，没红，没红，很正常的。我口红蹭的。拍照片呢吗？口红蹭的这么均匀。手可以再蹭到他手上呢，蹭到他手上。正前方。刚才为什么在说往那边往他那靠一点的感觉很好？对，他在我这边打，他在我这边打，再打过来一点点。没事，过吧，过吧，没事。